他太冷了。要确定他那个38%记忆卡没有 error。没事。嗯。现在是我的右手。哦。牺牲了。对 ，Thank you。走了。好晃啊，手好冷。因为我这样背着风，然后就搞得好冷。有都是血吗？后脑勺？没有。左后冷。右手好冷。比较窄一点，然后呢？所以才会有点停下来。这是右边的。你看到我们的结束时间吗？还是没看到。就是黑色最下面那边没。大概在这边。7450。对啊。他没有断句。1450后面紧接着20叉叉，每次都有被我忽略，所以我就完全不知道他在干，你在讲什么？
我脚尖有点冷。我也是。有点麻，有点冷。我也是。对，一点了。还是滑原来的就好了，那边真的不知道能干嘛。哦，好的。中间那一段我知道原因了，就是它比较窄。嗯。下面变宽了，但是又蛮平的，也还好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最后这段有点陡啊。最后那段我直冲，好不好？你有看我直冲吗？有啊，我觉得你太高就直冲，我觉得太危险。没有，那一点都不危险。我下面一点才直冲。一点都不危险。就在那边直冲，我觉得速度只是收而已，真的是不大行。哎呀，我都忘记开了。要开？哎，怎么开？我已经帮你开了。开 Snow UK。哦。什么东西 ？UK 啊嘛。UK 啊。Snow UK。不对啊。对。我是。想尿尿的话，滑下去。你还要尿哦？会只会先回车上，然后脱完鞋鞋开过去退票的时候才能尿尿。是你还要尿？尿。我只是想到，现在大概只有20%尿就好了。20%，没有存量了啦。我就是已经感受到一点了。一点了、喔，好了，这里再滑两趟，接着滑到三下，就这样了、喔。对啊，就这样了，没有什么留恋。还是我来开。开什么？然后滑一次左边啦，记录一下我滑过。我不要，那你去滑，我不要。嗯，那边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至少多滑了一条线啊。是吗？嗯。你说为了记录它而已。哎呀。所以上面后来好像其实是分两条路，你一回头，树它有那个树的左边一条线，又树的右边一条线。你就太暗，看不见。我不知道我自己分类放到哪里去，就是常找不到 A 线。用手去找。又死掉了，然后手快冷死了，天黑，不能远，没有要崩开，结果硬。完了。对不起，好冷啊，要洗。应该要先小叮当才行。哇，好冷啊，真冷！哇，跟你刚帮我检查破破一样，小冰鞋啊。啊，这时候才知道左手有暖，右手都冰的。哇，好冷。ただいまお客様の安全確保のため運転としています。安全な姿勢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听到我听这个那么大声因为他在那边好惨哦。ダウンヒル第2ロマンスリフト運転します。動き出し入れますのでご注意ください。放歌。每天练的歌不太一样，你觉得吗？嗯。好冷。我的右手。
在有点担心的是华夏山，你有看清楚？我知道在哪。你知道哈、哦？我之前就有在看说，嗯，那个地方好像可以。哦、一个玻璃的东西。哪里？圆球的东西、啊。我说待会要走的路旁边。我不知道你在哪走。一个玻璃圆球的，应该不是车厢吧？啊？的一个大东西在路边。反正我知道了。好，这边啊，走少一点。你不要，待会就停进那，不要停在那个禁止驻车那里。就是要停那。不是要停旁边一点点，不要停在那个牌子正前面。哦，你是说？因为你还要去尿尿。那里没有人，因为你要离开车。那我就停在三角锥那。三角锥是哪？这边是缆车站，嗯，这边 一整排禁止停车，嗯，这里有一堆三角锥，是，对，就是位置的地方，三角锥就是位置的地方，倒车可停，哦，我是希望你可以去下面再尿，现在是没有急啊，哦，但是我觉得我在换鞋的时候。所以跟冷热有关吗？我现在又觉得好多了。怎样？就是好多了。是啊，我裤子要湿了。是啊。嗯。我这边真的湿了。所以左右各一次，好吧？好啊。然后就下山。好啊。是吗？可以吗？好。够了吗？随便啦。这样差不多是两点到下雨，会这么慢吗？啊，左右各一次十分钟，二十分，然后滑到下面两点，一点半。没有，没有，是这样吗？两点。这样好啊，吃饭呢、啊？大白天的开车。对啊，我就是很担心啊。我觉得还好，只是这样子。会花比较久的时间，什么意思？晚上的话车速会更慢，就会开比较久一点。对啊，不要。一般我更紧张，我要帮忙看的时候都看不到。你要先走这边，先走。先这边。滑错一头往那边冲哎！你要滑？这边可以滑，滑一次。现在你在的地方有点高。啊？不会高，这边才高。要等他们前翻线下去吗？
跳。跟在我后面的那群人还在讲话，好像这是很臭吗？还在插旗子？他在发疯吧？他是插旗子还是拔旗子？不知道，他背着。然后那个像是河流，注意。哦。他要放什么？他要开心路吧。哎，那个卡到了，摔下去。哎，他有摔吗？有，所以先摔一下，又摔一下。嗯。先摔一次，接着背。停不下来。倒着滑，就是他现在很像卧佛，还是？这还是有危险的啊。啊？我不敢太冲，现在太胆小了，不敢太高冲。我要三分之一才敢冲。直直的反而不费力。站得稳啊！好，那这次滑最右边。好，这次滑最右边，这我就没录到我们平常的。哦，好、啊。你想滑右边啊？好啊。没有啊，那这边也 OK 啊。这边的话是。还是滑再滑这么一小段一次。不用了、啊，不用。我的尿尿也在计算。不要加，不要加。才一点十分呢、欸，你是说这样子？其实我们才花了两小时不到。那我去尿个尿好了吧。要再滑的话，先尿个尿。一次而已。真的啊。放绳。你滑，然后我去尿。然
那我就直接滑滑下来的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我坐上去要跟你滑右边。嗯，好啊，这样是不是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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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啊。那我要在哪里等你？在哪等？在厕所出来那边。哦，我就不要穿鞋，我就不要下去了啦。什么叫不要下去？我就在滑，我怎么在厕所那边等你？你不会再坐一次上来吗？会啊，但是我就高高的，我就去前面了。去前面？我不想要降到厕所那边啊。啊？厕所那边不是算比较低吗？那不然在缆车下来的地方，但是我厕所出来，我就可以挥手，因为我会从厕所出来。这样。那你这样反而要等我哎、欸。没差。我在那里等啊。所以今天还是汉堡排跟姜汁猪。是啊。对。哦。不需定位。那你还要吃他冰淇淋吗？看我那时候，如果很温暖就吃，如果很冷一定很温暖的、啊，还不错吃啊。哦，你觉得呢、欸？但是你吃冰淇淋他会说呢，只限外带。什么意思？他的冰淇淋不是只能外带哦，还是那时候是超过时间，所以只能外带。是超过时间。哦。所以他就有两，我就跟你讲说。它有两种价钱，大概差个七八块而已，就差那个税金、啊。外带比较便宜。对啊，就税金、欸。外带比较贵还是比较便宜？好便宜。便宜吧。税金的差别是，也是因为外带比较贵，有时候我们给他点的外带，我就不好意思又把它变成在店内喝，因为这样然后谈差价。8%跟10%的差别。对。2%。唉。我脚趾开始冰冷，又冰冰麻麻。好冷。嗯，还是这次就直接滑下去了。为什么变成直接下去了？因为我一来尿也没那么急，二来我觉得觉得可惜多滑。但是好像再怎么滑也就是这样而已。好了，可以了，不管它几小时，老师今天有滑到了，而且多滑了一些路线，而且松松的。好了，那就直接这最右边，不，你中间，哇，滑滑滑滑到下面去。我忘记我有开的是前天的吗？可是其实我有录到过，没差，录这边或那边有差吗？还好。你就是只要一趟下，然后就下去了。对啊，就下去了。这么急，你是在急什么、啊？然后突然变那么急？你真的很想尿尿？是说没有什么？你就去尿尿啊你！没有很想。没有，因为我脚趾冰冰的，很难过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是冰冰的还是麻麻的，我在那边动脚趾。我是冰冰的。我觉得又冰又麻。我脚筋还是有点痛。这个人出不来。卡住了，太深了。出来。那他是怎么进去的？我都没有看到他的滑哎。谁吗？那个女生。就没碰到吗？我看看，依照痕迹研究，他是怎么进去的？
不会是从左边吧？左边有可能啊，所以我在短，他就摔倒了。他这样子切到这边之后太厚，然后就这样隧道，或者是说切进来之后没有到路，就好了。刹车，走左边啊。对啊。哦，脚趾麻，脚趾麻。啊，冷冷。